因此又称王城。城堡经历天灾，国宝前方的台湾城残迹，只是热兰遮城遗存区公所所在地，后重修成为永汉民艺馆。自民国93年10月起，市政规划馆内的四个展示主题为情境重现、固若金汤、王城故事、片鳞半爪，再加上您现在所处的这一间导览室，共分5大展示区。第一区